每天都是上帝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我们挑选在今天、明天、后天要在屏东摆摊。晚上好。我先去上厕所，你们先拍照吗？还是晨餐来的车？你吃什么？小静，看着镜头，你吃什么？晚上好，我们吃一下。小静，你吃什么？蟹黄豆腐堡。蟹黄豆腐堡。我点。那个脸，那个脸，哪吃的脸？还有演一下，演一下，对，你要吃一下这个美味的表情。秋家是一个人。薯条大概在两分钟啊。没有，这个大武镜很明显没有吃饱的感觉。大武镜在镜头里面看不到你，太黑。你们在玩什么？倒下来是怎样？你要这样的手要这样动啊，像螃蟹这样子，脚也要动。海龟。对啊，海龟这样子。大头。哪里有用圈的？啊不是。九九带你到比较海深一点的地方找美人鱼。有没有？我想要那个滑板。立马来吃蛋黄酥二十楼。爸爸嘴巴有蛋黄酥，进跳水，跳水。